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wiss 代言人迪丽热巴。哇、wow, ，今天非常开心，热巴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看今天我们俩都非常的运动，有没有？就很多巴胺的感觉啊。今天也希望热巴跟我们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在我们今天这个健康时尚的 party 上玩得非常的开心。那在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不光是你穿的，我穿的，包括我们整个布景都非常的时尚、健康和运动。旁边还有这个网球。那在我们的 party 正式开始之前，接下来也要请热巴跟我们全场的运动够一起来点亮本次思维是健康时尚派对，好不好？好啊，好啊。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热巴拿出一个我们思维师的网球，好，站在我们的舞台中间。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热巴和我们共同来倒数五个数，然后我们就会来进行点亮了，好不好？好，来，共同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点亮。哇哦，今天也是我们思维师京东超级品牌日，直播间为各位准备了非常多的超级福利，大家记得要紧密的关注。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24点，我们单笔订单实付满699元，将赠送您200元的一卡，每30分钟单笔订单金额 top one， 且实付满3899的，我们将会赠送出超级大奖。此外，在我们的直播间还会持续的发动劲爆的福利抽奖，更有机会获得我们热巴的亲笔签名的礼物，一定要赶紧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正在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赶紧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到今天的我们的时尚 party 当中。刚刚说到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时尚运动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对对对。而且近几年像飞盘啊、冲浪这些户外运动已经变得是非常的流行，你平常有去玩吗？没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对对对，但是偶尔朋友约还是会去玩一下，有这个飞盘的行程。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工作中，可能运动的时间会更多。比如说拍 Swiss 广告的时候，其实就有去在海边去有试试一些运动类型，比如说去做一些瑜伽呀、或者是打拳击呀之类的。是，那刚刚说到这个，在待会儿我们环节当中也会有一些小环节，让热巴在现场跟我们大家来展示一下他的这些运动的小天赋。是，当然，那刚刚除了其实除了我们之外呢，相信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是越来越关注。在平时的忙碌的工作之余，那热巴你会选择用哪些方式来释放压力呢？我觉得运动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方式。享受运动，然后能够出出汗啊，既然能够既能够排毒，也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很愉悦，这个真的很神奇。对，我很喜欢一些比较自然健康的一些运动方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体验这样的方式。对，让自己的身体啊，包括身心，其实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放松，也能保持健康。每次见到热巴我都觉得是元气满满的，有没有？就非常的有活力啊。我相信这也正如热巴所说的，运动是一种让自己保持身体好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放松方式。其实一直推崇运动营养正念的生活方式的我们的思维师呢，在这几年也带着大家感受了刚刚热巴说的拳击啊、网球、冲浪、瑜伽等很多运动的魅力。同时我们思维师也秉持着加持身体好状态，助力大家能够像热巴一样尽情的感受运动带给各位的多巴胺，鼓励大家真正享受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的，是的，因为自然健康呢，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的一个自然新时尚。没错，自然健康就是我们的全新时尚啊！不愧是我们的品牌代言人，而且这一次啊，我们思维师呢，为了欢迎热巴的到来，在现场也要为大家送出我们今晚的第一波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了。那接下来怎样来获得我们手中的我这个奖品？是不是很可爱？好，对不对？很 mini 的一个网球拍，好不好？啊，我以为是乒乓球啊，是网球拍啊，网球拍mini 版本的，然后还有一个链条，是不是？我们可以给一个特写，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相信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应该很多人都想要得到这个 mini 的网球包。那怎样来获得呢？其实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接下来需要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健康新时尚，我们将抽取截屏的前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那我们将各送出一份思维师限量的网球 mini 包。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这个关键词再跟各位重复一下，健康新时尚，健康新时尚，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热巴倒数五个数，好不好？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准备一下我们的抽奖小助手，五、四、三、二、一，
好，齐平。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好，大家可以截图一下哈，恭喜这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那在明天呢，大家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客服来领取奖品，详细的中奖名单我们也将会在四维市的京东店铺底部再次为各位公布。那刚我们聊到这个自然健康的一个运动，四维市每年呢其实都会在热巴去体验不同的运动啊。在今天我们也特地准备了一些热巴之前拍摄四维市的一些画面，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也想请热巴来结合一下我们这些大片图，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在拍摄时候的一些感受，好不好？好，这是今年在海边拍摄的一个广告片，体验了拳击。我记得当时是海风也挺大的，海风挺大，对是是。然后在阳光下对着这个沙袋全力出击，那种就是你在海边，就是你可以既能很安静的享受海风的同时，又能够让自己挥洒汗水的感觉，让我记忆犹新。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就是可以释放出你的压力。是的，而且我们其实老师可以给一个特写，我们看这张图，其实眼神当中热巴非常的坚定，有没有？这个拳击很飒啊！这是我们热巴的第一张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是怎样的，好不好？来，热巴看一下。这张图有怎样的故事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应该是在海边做瑜伽的时候，做瑜伽的时候，对，当时在这个海滩上就是尽情的施展着身体，然后就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从忙碌中抽出这个你的整个身心，就是把你的压力全部都给在那一刻就顺着海风就给吹走的感觉，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次来到这个我们四维师的派对，我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又能够体验一种新的项目，虽然也不知道今天到底要做什么运动项目，很紧张，但是对对对，但是我刚才有听工作人员说也是一种很解压的一个轻松小运动，所以未来也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们四维师一起去体验更多自然健康的运动方式。嗯，没错，其实刚刚热巴在说啊，在海边可以将烦恼都随风吹走啊，那今天在现场我们又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刚跟你说不知道今天是一个怎样的运动，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给你安排一个也是今年夏天我正在学的一项运动，然后就来了我们四维师的活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运动，那就是我们的网球体验。哦，其实网球这一类运动其实蛮高强度的，对于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骨骼的状态其实要求非常的高。对，但是呢我们四维师健康时尚单品像是我们的乳清蛋白粉，它可以加持肌肉好状态，让我们身体在挥拍的时候更有力，而且像葡萄籽的烟酰胺在加持我们皮肤好状态，让你在运动的时候尽情的享受阳光，这也是大家的超级运动装备。那接下来呢，说到我们四维师助力大家享受运动，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在体验网球的乐趣之前先再抽一波礼物送给各位，好不好？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送出，热巴说送什么呀，送什么给大家呢？这一轮好呢，要不就送乳清蛋白粉。哎，我觉得不错好不好？蛋白粉好不好？可以，那我们接下来就送热巴的同款乳清蛋白粉三份。那怎样来获得这份礼物，同样也是把我们的关键词打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的抽奖小助手接下来给大家截屏啊。这一轮的关键词是思维师时尚单品啊，这个字有点多，有七个字呢，大家能听到吗？思维师时尚单品。好，接下来我们的抽奖小助手准备好了吗？好，来有请热巴帮我们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好，截图。好的，恭喜以上五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热巴送给你的思维师乳清蛋白粉。那在明天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来领取奖品。那详细的中奖名单在我们思维师的京东店铺底部也会为各位揭晓。来，热巴，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有没有？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其实接下来这个环节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可能需要你一心二用了，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需要你边颠球然后边来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大学体育课的时候有颠过乒乓球。有颠过乒乓球是不是？对，但今天这个面积更大啊。也是也是。是不是？好，其实呢在待会儿我们这个边颠球的时候，我们会有
啊一些关于你刚送出去礼物的我们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的一些问题啊。当然那除了要考验一下你的这个冰球实力之外呢，更多的我们是要为了给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送上礼物，因为如果热巴答对了三题，我们就可以为粉丝解锁一份亲笔签名的明信片，超过三题就可以解锁三份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好不好？OK 吗？没问题。好，我先给你示范一下啊，就这样。点，其实刚我试的时候就还蛮容易出画的，就是因为面积太大，所以不太好点。对，你 OK 吗？接下来我帮你拿上话筒，好，你个手，你试一下好不好 ？OK 的吧？可以哈，还可以，还可以啊，这样能收到音吗？可以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计时开始，好不好？来，有请热巴。好，第一题，三二一，开始。请问哪一款思维师健康时尚单品可以助力肌肉更有劲，挑战 S 型呢？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回答正确。好，接下来第二题，加油加油。请问，哎，没关系，我们继续从这个篮子里拿一个球。好，听好，我们第二题 ，TVC 里你和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一起做了什么运动？拳击呢？我感觉我要被拍走了。回答正确。好，接下来第三题，乳清蛋白粉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呢？香草味。香草味 ，OK。那你平时喜欢怎么喝？啊、哦，有很多种解锁了方式啊。那你多久喝一次呢？我为我们的摄影老师感到担忧。等会儿热吧，哎，直接往这边打，没关系，没事，差一点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请问你多久喝一次我们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呢？每天一勺。每天一勺啊、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来，继续。有撞击了。有撞击了。但这不就是运动的乐趣吗？对对对。来，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好不好？好，你可以稍微慢一些，三二一，开始。请问我们乳清蛋白粉在你的生活当中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活力搭档。活力搭档。好，最后一题，请问用一句话安利给大家我们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好不好？还有那个肌肉更有力和拜拜肉说拜拜。啊，肌肉更有力和拜拜肉说拜拜啊，那我们这颗网球也拜拜了。谢谢谢谢热巴，很厉害耶。真的，每次其实可以参加思维师活动，或者是参加要拍思维师的广告，其实都不用提前运动的。在越拍摄的时候，对，越拍摄就消肿了，看来瘦了一些。很棒，其实这个在颠球的时候非常考验这个肌肉的。我一定会明天这里很痛。这个精准的把控力真的要求非常高，而且像热巴首次体验就能够做到这样，已经非常厉害。我们可以给一些掌声给热巴，好不好？哇哦，厉害！谢谢。是的，那当然也说明了我们热巴的骨骼肌肉状态也是非常好。刚刚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快问快答啊，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各位来送出礼物。那送出礼物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它呢其实是我们运动当中非常棒的一个健康装备，因为它包含了1000克牛奶，里面仅能提取6克非常优质的乳清蛋白，而且每一勺的营养呢都能够能量满满，而且还含有8大人体必备的一个氨基酸在里面，不仅可以提高肌肉力量，也可以增强身体的保护力，让你的每一次挥拍、每一次颠球都变得更加有劲，肆意的秀出出众的线条。是的，而且它就是那种有淡淡的香草的味道，就是大家喝的时候，像我刚才说的，也可以兑一些，比如说酸奶啊，或者是兑在水里呀、啊，冲一冲就会变得很香甜。是，而且也可以加一些水果啊，混在一起打成奶昔，我觉得非常的棒。相信大家只要坚持喝，就能够和热巴一样，好吧？坚持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能够获得和热巴一样的元气活力。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有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因为点击我们97号链接购买我们的蛋白粉2罐装，我们券后到手价格是388元，相当于一罐仅需要194元。同时呢，我们还有买赠的好礼送给各位，接下来赶紧下单，把我们的乳清蛋白粉带回家 ，get 我们热巴的同款活力。好，谢谢谢谢我们热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履行我们刚刚
若言了，好不好？刚刚热巴在编辑的题当中，成功的答对了七道题。那我们也如约的为屏幕前的粉丝朋友来解锁我们的重磅福利，那就是我们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啊！现在呢只是明信片啊，马上就变成亲笔签名的，我们现场给大家签，好，好不好？好好，来，有请热巴。好，需要我帮你拿下话筒吗？好，来。非常元气满满的这几张照片啊，那相信呢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还有屏幕前的粉丝朋友都非常想要。那怎样来获得我们热巴的亲笔签名照呢？非常简单，接下来需要各位打出我们的关键词思维师蛋白粉，我们将抽取截屏的前三位来获得我们热巴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好不好？来，我帮你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轮的关键词思维师蛋白粉，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的抽奖小助手准备一下啊，有点反光，银色的。好，我们可以准备抽奖了。同样有请热巴帮我们倒数五个数，好不好？好，五、四、三、二、一。好的，恭喜前三位幸运的粉丝朋友，大家可以截屏看一下是谁啊。在明天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来领取奖品以及详细的中奖名单，我们将会在我们思维师的京东店铺底部来为各位公布。好，我们先帮大家保管一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我们听了热巴分享的这个在海边的拍摄的一些故事，怎么样更加健康更有力量感的一些小秘籍。那同样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帮所有的粉丝朋友问的，那就是热巴你在户外享受阳光的秘诀是怎样的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是要做好一些外在的防晒，一些防晒护肤的小的一些女生的一些小护肤秘诀，另一方面也要提升皮肤内在的防护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没错啊，这我看提词器写，尤其像我们爱运动的女孩啊，当然爱运动的男孩也一样需要内外都做好对阳光的防晒，这样才能够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尽情的享受阳光，对不对？能够更加肆意的享受运动带给各位的多巴胺。那今天呢在现场我们又要为难考一下热巴了，能让我们尽情享受户外阳光的思维师健康时尚的产品是哪一款呢？当然是思维师的葡萄籽烟酰胺片。哦，不愧是我们的思维师品牌代言人。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道具。那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来考考热巴是不是非常的了解我们这一个产品。你看旁边已经放着我们九宫格互动计分牌呢，现在我们要请热巴在十个球之内用投球的方式投出属于思维师葡萄籽烟酰胺片最重要尽情享受阳光的秘诀，来为大家解锁这样一款思维师的健康时尚产品，好不好？很简单，接下来呢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用我们的思维师的网球来砸中它，你觉得是哪一个正确答案你就砸它，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会来公布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而且在这里再提醒各位，同时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也注意，这一块积分板里的每一块呢都有藏有我们的福利彩蛋，只要热巴投中任意一块都会解锁我们的福利惊喜，其中还有神秘彩蛋，如果投中中间的 Swiss logo 或者是葡萄籽烟酰胺片，则会为大家解锁一份超级重磅福利，那就是我们热巴亲签的运动健康装备礼盒一份，赶紧的关注起来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热巴来稍微往这边一点。好，好，那接下来热巴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减少黑色素的生成，从源头焕亮皮肤，更好的维持肌肤的通透感呢？砸就好，直接砸是吧？你也可以告诉我，先可以说答案。不砸呀，葡萄籽。葡萄籽，那砸它。没错，就是我们的葡萄籽啊，这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原因吗？因为葡萄籽含有非常丰富的原花青素。没错啊，这里面我们思维师的葡萄籽烟酰胺里面含有了190毫克的原花青素。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花青素呢可以帮助减少黑色素的生成，从源头来保持皮肤的通透感，对不对？好，非常感谢热巴为我们直播间解锁了第一项的福利，那就是我们思维师的葡萄籽网球包一份，有没有？葡萄的颜色，这个是不是也很可爱？好，怎样来获得我们这一款葡萄籽网球包呢？也非常的简单。那接下来呢，
在这一轮我们需要打出的关键词是思维师葡萄子。好，其实我刚在看截屏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这个答案都没有写对啊，我们给大家多一些时间好不好，大家赶紧刷。那就是我们思维师葡萄子。那接下来热巴可能需要你帮我们倒数五个数好不好，我们抽屏的第一名我们就送给他这个葡萄子的 mini 的网球包好吗？好，来有请热巴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截图。哇，说了一下之后大家好像都答对了，恭喜恭喜这位朋友。那在明天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将会把奖品送到你的手中。好，那热巴接下来我们继续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什么能够帮助提升肌肤对紫外线的防御力呢？哦，烟酰胺，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烟酰胺。哎，是为什么呢？照样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因为现在有来就观看我们 Switch 直播间的朋友们应该也会对烟酰胺不陌生。是的，我相信所有啊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对烟酰胺这个元素应该不会陌生啊，相信所有的女孩们都懂，因为我们思维师的葡萄籽烟酰胺里面呢含有了100毫克的烟酰胺，口服烟酰胺可以能够提升肌肤对紫外线的抵御力，能够减少紫外线对于皮肤的影响，让我们自信面对阳光。所以热爱户外运动的女孩们一定要安排起来好吗？当然男生也一样啊。而且非常感谢热巴给我们解锁了一份了不得的神秘礼盒，这个好大啊，这个很大。来，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需要热巴在我们这个神秘礼盒上签名，然后稍后我们送给大家好不好？来，有请热巴。好，在这里呢我们先要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啊，这份礼盒里面是什么呢，等到直播的最后我们会为您揭晓，同时呢在直播的最后我们也会把它送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好，我们先放旁边稍微保管一下，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好，热巴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请问如果经常要在户外日晒应该带哪一款产品呢？哇，直接砸中间，只要带上我们Swiss 的葡萄籽烟酰胺片就 OK 了， 对不对？哇，我觉得太棒了，砸中中间了，预示着有大奖要给大家了好吗？没错，那就是我们的Swiss 的葡萄籽烟酰胺片，那这也是我们必备的健康时尚的产品了。那正像我刚刚说的，在今晚直播间的粉丝朋友，热巴为你们解锁了同款的葡萄籽烟酰胺片一份。那现在有请热巴来到我们这一个礼盒上，给我们大家再签一个，待会儿送给大家。好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由热巴亲签的思维师的葡萄籽烟酰胺片，让你在户外尽享阳光的秘诀，大家看了心不心动？接下来呢需要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把关键词思维师尽享阳光刷起来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抽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把这一份热巴的亲签礼盒送给你。好，接下来有请热巴帮我们倒数五个数好吗？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看一下是哪位幸运的粉丝朋友。好的，恭喜你，在明天呢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奖品送到你的手中了，谢谢。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由热巴带着这一份满满的诚意为我们大家解锁思维师的健康时尚产品，体验更多的自然健康的时尚生活。那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投球环节先暂告一段落，我们可以看出热巴呢不仅对如何在户外尽享阳光非常的有心得，对吧？而且对我们思维师的葡萄籽的烟酰胺也非常的了解。其实呢我们这一块气氛板上除了这个葡萄籽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带来非常好的状态，其实它里面所含的维 C 和维 E 还能够修护肌肤，所以即使你经常在户外运动，思维师的葡萄籽烟酰胺也能够助力你拥有一个
很好的皮肤状态。是的，所以思维师也是希望所有女生可以在阳光下也能够享受运动，闪耀全场。没错，那今天热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嘛，现场也有很多粉丝朋友，那我们给他送上一些福利好不好？好，好不好？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需要您点击96号链接下单购买我们葡萄籽的烟酰胺片，两件券后到手价格仅需要多少钱一件啊？我没有看错吧？这个价格是不是很低？只需要多少？你来给大家公布吧，因为我你来说吧，我来说，你来说吧，你更专业。好 ，OK， 两件券后到手价格仅需要142元一件。如果想要和热巴一起保持肌肤白亮通透，就赶紧下单。以及刚刚我们热巴的清纤的神秘礼盒，我们将会在最后来为各位揭秘。好，谢谢热巴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谢谢大家，拜拜。是的，还没有结束了，这样下班了。接下来我们还有非常多有趣的环节啊。其实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思维师的 party 的现场，我们看到了热巴又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运动体验，对吧？感受到了热巴的元气和活力。那作为我们自然健康新时尚的思维师的品牌代言人，当然少不了大家非常期待的热巴美美的大片咯，是不是？接下来我觉得也是给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送上了一个福利，接下来我们热巴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给大家进行一个大片的拍摄，怎么样？好， OK 吧？好的，那就是我们的三连拍，来有请热巴移布置我们的这个背景墙。 好， 好，有请。好，首先我们先选一个产品来结合咱们的装备墙，好不好？首先热巴，我们先选一个产品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我们来看一下热巴拿着我们的这个蛋白粉可以摆出怎样的三个 pose， 好不好？来，首先我们看那一台机器，中间的这台机器举下手。好，三二一，第一个 pose， 哇酷。第二个，三二一，换。哦，有声音的，有声音的啊。来，三二一，第三个 pose， 哇，粉丝朋友赶紧截屏好不好？非常有力量感的姿势抱着我们的蛋白粉，谢谢，谢谢热巴。好，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产品，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 K2 柠檬酸钙 K2。 好，我们看中间的镜头，我们的摄影老师准备，三二一，第一个 pose， 哇，那么多摄影机。好，第二个 pose， 三二一，好的，非常可爱。来，第三个 pose， 三二一，非常肆意舒展的健康姿态啊，骨骼状态好，身体也会非常的舒展，运动自如。好，谢谢，谢谢我们的热巴。接下来我们的葡萄籽烟酰胺片，好不好？这个会怎样给大家展示一下？非常期待。我们看中间摄影老师，三二一，第一个 pose， 专业啊，简直就是大片的拍摄，好不好？第二个 pose， 三二一，有了它我们就不怕晒了，有没有？好，三二一，第三个 pose， 我最爱的啊，我们思维师烟酰胺片，哇哦，太棒了，谢谢，谢谢热巴，谢谢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你们应该刚刚都有在认真的截图吧，有没有？那在今晚我们非常感谢热巴可以能够在现场给我们大家用产品带来了我们大片的一个拍摄。那今天呢，也解锁了我们在 party 当中的运动的体验，也非常认真的演绎了精彩的时尚大片。那在一系列运动过后呢，身体也需要补充一下营养，对不对？那刚刚我们是吃吃喝喝啊，吃吃喝喝，非常直白啊，但我喜欢以思维师时尚健康单品为灵感，演绎健康时尚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热巴，同样以此为灵感，结合不同的运动场景，我们接下来就 DIY 一些思维师的健康特调，你觉得怎么样？好呀，好呀，很好玩。好不好？那在我们创作后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灵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思维师特调吧这边也已经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健康可口的水果。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思维师的品牌科学交流的负责人 Travels， 也是很多年的有经验的营养专家，掌声欢迎我们的刘老师。 Hello， 主持人好。 Hello， 热巴好。你好，你好。来，热巴，我们各位线上的宝宝们大家晚上好。
那我是刘威 Travis， 很开心啊，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健康的小 tips。那我今天呢，希望以思维师的 K2 柠檬酸钙为灵感来制作我们今天的特调。对，因为我们刚刚实际上做了一些运动哈，那运动当中呢，其实会有很多的消耗，而且呢，对于我们好的一个骨骼的状态，其实会有非常高的一些需要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做的这一款呢，就是能够更好的支持补充到我们骨骼健康这样子的一个特调的饮品，叫球场酷钙特调。哇，球场酷钙特调，你还别说，刚我跟热巴我们在旁边那运动量还蛮大的是不是，的确需要补充一下能量了啊。对，那相信刚刘老师你取的这个名字，对，成为球场最酷的钙，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喜欢运动的人一定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这个骨骼状态，对不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老师来给我们大家特调一下好吗？对，热巴也学习一下。那我们首先这里有一杯那个茉莉花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分，然后我们再加一点蜂蜜，让它的味道可以更好。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往它里面加一片我们的这个西柚啊，因为西柚是一个非常好的维生素的一个来源。为什么只加一片，不可以加两片吗？如果你喜欢，我喜欢的话是吧？那再多加一片吗？对对对，那多加两片这个西柚，它其实可以提供好的维生素。维生素它不仅仅能够抗氧化，其实呢，它还能够支持我们骨胶原的生成啊。然后在我们把这一杯饮品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冰水里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往上面再加入一点点奶钙，因为大家知道奶不仅仅是好的矿物质钙和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啊，同时呢加入之后的这个味道其实也是会更好的，在我们会更有层次一些哈。对的，那喝下去就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在球场上面都可以尽心的发挥，能够打出一个王炸的这个 S 的这个网球，对吧？然后每个人成为球场上面的这个酷盖。非常棒，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一杯啊，球场上最酷的盖。跟我们刘老师已经给热巴给你做了一个示范了，接下来就要到热巴你来用怎样的灵感给大家做一杯属于你的专属特调呢？我觉得还是用我们刚才有提到过的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吧。用乳清蛋白粉做灵感。对，因为夏天嘛，现在马上有秋天了，其实已经入秋了，已经入秋了。对对对对，现在已经入秋了，虽然还是很热，但是大家还是会选择一些户外的运动嘛，就比如说像冲浪啊，或者是滑板啊，或者跑步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有一个更加紧致有力的身体的这个线条支撑，才不会容易受伤。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所以我想用它来搭配一些非常富有蛋白质的牛油果呀，还有一些蜂蜜呀，蜂蜜可能要借老师的了，这里有，不好意思，这里有一些没看到，对，然后就把它们打在一起，然后做一个元气满满的奶昔。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做起来好不好？首先来，你就做，我来帮你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加入的是我们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对吧？其实平常像我健完身之后，我可能就直接拿这个蛋白粉泡水就好了，或者拿水冲，不会想到说哎，可以用牛油果呀，再加入牛奶做成一个奶昔，这样好像口味会更加好，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刚是把蛋白粉加进去，现在是我们的牛油果。我很爱吃牛油果，是吧？你会蘸酱油吗？还是就这样干吃？就这样干吃。干吃，还有放芥末的，你们知道吗？但是我就是干吃就好了。其实牛油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最后加奶。好 ，OK。对，接下来我们再加入我们的牛奶，再来一点蜂蜜，我们再加一些蜂蜜。好，不要太甜。好，那希望刘老师帮我们按一下开关。哇，感觉这个颜色淡淡的抹茶绿也很好看，对不对？好，有请刘老师。那我们用哪一个杯子来尝？用这个是不是？好，热巴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我们的给大家一个特写，看一下，哇，好好看哦，淡绿色的。你最后要不要点缀一下？要的。就是我们的坚果碎。
其实坚果碎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非常健康的油脂啊和脂肪，对，其实对于在运动的朋友，坚果里面的这个脂肪是非常好的。OK， 好，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刚刚有说里面，比如说有一些牛油果啊、蜂蜜啊，还有我们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你给它取一个名字的话，你会给它取一个怎样的名字？就叫思维师蛋白粉元气特饮。啊、嗯，还蛮直白的，就是里面有什么也没有了。对，其实就是推荐大家这样喝嘛，因为肯定会很好喝的。嗯、然后如果只是蛋白粉的话，当然只用那个水去泡我们的思维师的乳清蛋白粉、嗯，它也是那种淡淡的香草味，它不会说哎会、运动之后，你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完你不太喜欢喝甜的，或者说是一些味道比较大，会有点犯恶心。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会这样，嗯、还是大家都会这样，就是举手我也有一点，对吧？所以说，如果你加入一些水果，它又清爽，然后又好喝又健康，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运动之后身体非常所需的一些能量都给我们补到了。对，没错。而且像刚刚我们今天在现场恰好准备了我们热巴非常喜欢的牛油果，那如果你喜欢加一些香蕉啊，或者是其他的水果，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方式，但是所有的这些你需要加自己喜欢的水果其实都 OK 的，好不好？那非常感谢热巴今天用这个蛋白粉、牛油果、蜂蜜奶昔、满杯的优势蛋白，同时也相信有了思维师我们乳清蛋白粉的加持，也能够助力更好的运动表现。那今天在现场热巴，我们还有一款我们思维师的葡萄籽烟酰胺片，你对它又有怎样的健康灵感吗？这个的话提到烟酰胺片，我就会想到也是在户外的一些、哦、户外，对，就是那种所有的汗都随着海风飘去的那种运动感，非常美好的样子。所以我会选择一些能够提升皮肤状态的，像今天有给我们准备到的这个葡萄啊，还有柠檬啊，还有蜂蜜啊，还有水就不用提了，冰也不用提了、okay. 对，还有气泡水，这个是气泡水的，对对对、气泡水，对，调一款我觉得就是能够代表我们思维师葡萄籽的闪耀特饮，希望大家饮用这杯特饮之后，就像我们葡萄籽烟酰胺片一样，让热爱户外运动的大家都能够拥有热爱阳光，享受阳光的魔力。是的，非常感谢热巴给我们大家分享这些，相信热爱户外运动的大家一定都是和你想象的一样，喜欢在太阳底下非常自由自在肆意舒展身体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日常一定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肌肤的保护，对不对？除了日常多吃水果，别忘了还有我们思维师的葡萄籽烟酰胺片，这样才能够让你在阳光下尽情的运动啊！不知不觉我们这个热巴都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对，这我们刚刚加了什么里面？葡萄啊，还加了葡萄，然后还有一点点柠檬，现在加一点气泡水啊，加一些气泡水，再把这个柠檬还没加呢啊，你用柠檬来点缀一下是吗？老师您是要可以就柠檬就可以了、哇，很好看，我们单独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好，哇，还有一根透明的吸管，给大家展示一下。干杯！这杯叫什么名字呢？你就给它取一个葡萄籽闪耀特饮。葡萄籽闪耀特饮，非常棒，好不好？非常感谢热巴今天在现场啊，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些。其实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葡萄籽能够提升我们皮肤的状态，而且柠檬呢里面也富含丰富的维 C， 可以进行这个美白，对不对？而且再搭配这个清爽的气泡水。我相信在这个夏日马上这个现在已经是秋季了，可以让这个秋季非常被热，这样可以减轻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是的，还有一点是，对对，其实一年四季都需要保护好皮肤、都需要防晒，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其实都需要外在和内在的防晒护肤。是，外在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防晒霜，物理防晒，物理防晒，但是内在我们就要用我们思维师的葡萄籽烟酰胺片，好不好？非常感谢。那今天呢我们的 party 已经快接近尾声了，那想问一下我们热巴，在今天晚上我们的 party 上玩得开心吗？开心。开心是吗？那接下来我们热巴，我们就拿着刚刚还有我们的刘老师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拿着我们的特饮一起来到现场、这个、好不好？拿这个吧，我感觉好。 OK， 来我们的舞台中间。因为现在我们通过直播的方式跟所有的粉丝朋友云见面。哦，谢谢谢谢。
云见面，当然很多朋友不能跟我们现场的来进行干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直播间跟所有正在喜爱我们思维师的朋友，喜爱热巴的朋友，我们一起云干杯好不好？也希望在未来能够和热巴一起尝试更多的运动体验，来感受自然健康新时尚的魅力。那现在呢，我们也借着热巴刚刚调制的我们这一杯精心的特调，有请热巴和我们刘老师，我们共同跟镜头前的粉丝朋友共同的干杯好不好？来，三二一 Cheers， 祝大家自然健康新时尚，庆祝健康快乐的每一天。谢谢，非常感谢热巴，谢谢刘老师。来，谢谢，我先帮你拿一下、啊、好不好？好，那热巴，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支持你的粉丝朋友，还有支持我们思维师的粉丝朋友说的呢？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在这边，其实我感觉已经不算工作了，就是在玩着跟大家见面。对，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换季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自然健康的好状态，拥有自然健康的时尚魅力。是的，非常感谢热巴，也希望热巴能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好不好还是像上次我说的话，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们要多加运动，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体魄，然后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给所有支持你的粉丝朋友，好吗？好的，非常感谢热巴，谢谢，再次掌声谢谢感谢一下热巴，谢谢谢谢，我们旁边休息一下好不 好谢谢，谢谢热巴。